那我那菜园啊，我那咱别管，给你送来，这个给你拿俩，不用给你送了，不来啊。我买的挺贵，你说你买啥贵？啥贵啊？你去盖地呗。啊。盖地买的啥？买，主要是拉个葱花。哦，那也买了都。啊，买了。哦，买俩葱花，买点甜瓜。你说你是这是合着呗？这给那给俩绿的。一个快点你那谁让弄那个大哥？我说，我说那叫盖给你头上打电话。我说那过去七爷过来家。哎呀，没了，我说，是呗。我说要想连想谁再留着，你回家听着点。我说，对，一说打电话，一说那我说不卖了，当时贵点不卖。我说，哦，就是，人家谁的家谁老板家。我当时也没那谁呀。想连想谁的，我干。我说不卖了。你说我这个，把村长卖了，这个。哎，今年这天黑，那这个菜花卖这个麻糖卖这个鸡蛋。哎呀，你看姐，我吃菜多少钱吗？没，他这让他好好。那吃饭在地下买的，我会，就是俺娘买的，这是。哎，这正好，你带姨姨来了，一会儿叫弟弟。走，咱一会儿吃饭。不然一会儿去。叫去看家家，能看点啥吃的吗？行。你不得好了多。给俺姨谁个？你看你后上的娃直接去，好嘞。